蓉蓉，你看，这都两天了，你什么都没吃，这怎么成啊？啊，来，吃一口。你看，这老话怎么讲的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过去跳舞的时候，整天节食啊、减肥呀、啊，把这胃啊都弄虚了。哎，这几天又碰这么档的事儿，你身体还不垮了啊？啊，来，吃一口，听爸的话，乖啊！来，哎，起来，来来来，哦呦，真乖，来来来，爸喂你，好不好？哎，哦，好，好，哎呦，好，哎，再来一口，再来一口。哎，爸，我真的吃不下，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吧。八十，一百三，挺正常的。现在要得坚持吃啊。好的。哦，谢谢您。没事。喂。哎呀，闺女还是不吃东西啊，连水都不喝，我喂她她就吐，怎么办呢？你赶紧回来，咱们送她去医院吧。我这上班呢，回头再说吧。那还能等你下班啊？我急得都快撞墙了。那我也不能不上班啊，就这样吧。那你赶紧回来啊。真够沉得住气的，你非等下班才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那健康小报我都看了，上面说了，绝食特别是不喝水，对身体影响特别大，危害极坏。没几天就得死。哎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？不急啊你！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们丑话说到前头，如果这孩子这回要有那个啥，咱们下辈子就别过了。还不都是你惯的？从小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要月亮你都恨不得爬梯子上去，弄得他一点承受力都没有。我怎么惯着了？啊？哎。你说我怎么惯他了？咱们家就穷成这个样子啊！跟别的孩子比，他要什么没什么。我疼了他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这事儿怪他吗？这次怪他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把挂衣服那架子腾出来。干什么呀？这啥？这大葡萄藤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注意，好注意。哎呀，你怎么早说呢？你来来来来来，挂上，挂上。把书包腾出来。挂上，哎，没事。来，来来，你去。嘿。吃东西会出事儿的，你知道吗？还能出什么事儿？没准死了更痛快。雨荣，妈跟你说啊，不能为任何事情放弃自己的生命，不值得。咬咬牙就过去了。妈年轻的时候也有好多时候不想活了，谁知道怀了我的时候吧。妈，其实我不恨你。我知道你也不容易，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罪就该在我头上？我也不是要死，我就是觉得没意思，真的，什么都没意思。你老不吃东西，血糖低，容易得忧郁症，你知道吗？妈，我一直都不懂，为什么从小到大你都对我这么严格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也恨你自己生了我，是不是？我的存在就是在提醒着你，你曾经做过你不该做的事，是不是？不，妈从来没有后悔生你。李荣，你恨妈妈是吗？我不恨，我谁也不恨，我就恨我自己。啊！
蓉蓉怎么了？蓉蓉，蓉蓉，蓉蓉，快打120去！王护士长，情况怎么样？患者的生命体征还不是特别稳定，还需要继续观察一会儿。找你呢，过来。以后啊，你别到这儿来了啊！我闺女的事儿你别管了，你走吧。喂，你这……叔叔，我现在是他的医生，我得给他看病。正因为你是他的医生，我才不放心呢。我闺女要是醒了啊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她还不得自杀呀？别跟那大声嚷嚷，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？咱闺女成今天这样子，为啥？不就为这小子吗？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找你们领导去。你走吧。你别跟他没完没了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走，你守着咱闺女。我不放心的。站住！以后你在外边，你别给我丢人现眼。受不了你这个人！你生气了？生气了！我觉得我没说错什么。你没说错话。你说让他看见曲折，那还得了？现在全京诊室的人都知道了，李荣是跟曲折结不了婚才送进医院的。我跟着直跟着拉你，就跟着拉不住。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？这么大人了，你说话办事用脑子想想，行不行？你是当父亲的吗？哎，我想出一个好主意。你什么什么好主意啊？你这、哎、真的，真是一个。你赶快给他们团领导打电话请假。真的，你听我说啊，哎，这自古以来啊，是同父异母、同母异父的兄妹可以。你想说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听我说，这亲兄妹都可以结婚，哎。咱怕孩子结婚，不是就怕他们近亲生一傻孩子吗？啊，咱们让他结婚，不让他生孩子，让他领养一个孩子。哎，这不是李山壮？是听曲哲说了，所以我过来看看孩子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想来看看孩子的表现。第一，他不用你关心；第二，他挺好的。我是孩子的父亲。你不是。我跟你说，从他生下来的第一天起，李栓柱就是他的父亲。徐晴，你别这样。那孩子病成这个样子，我心里难受啊！我不能来看看他吗？行了，你回吧，我们根本不用你关心。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Thank you.
你已经没睡啊？我刚起来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我还听见您在这儿叹气呢。我这个年纪啊，较少啊。您能有多大？我知道您是有心事。爸，上次我喝醉酒，对您说的那些话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嗯，没什么，是我不好。爸，我上次喝酒，其实也就是发泄一下。 心里其实反而对身体不好，没听大伙儿说嘛。男人有泪也得贪，要不晚上回来，我陪您喝两杯。行啊，那我等你。啊，阿姨，蓉蓉怎么样了？是这样，哎呀，她还是不吃饭，也不输液的。你回头帮我劝劝她。好。哎，你李叔叔，他是一个直肠子，他是个工人，没文化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他也是太心疼蓉蓉了。哎，我没事儿，您不说我也知道。那我先进去了。 醒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啊，不想吃啊？你是真不想吃呢，还是拿不吃来反抗啊？你要真不想吃，那就简单了，咱们可以慢慢解决。你要是拿不吃来反抗，我也想这么做。 十全大补粥，啊，你起来尝尝，啊，好闺女。
来来来，哎，来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头，爸爸割了大米、小米、紫米，还有玉米，还有这个红枣，啊，桂圆、白木耳，还有这莲子、黄芪，哎，还有这个西洋参，你看是不是十样啊？哎，我刚才呀，在这个医学小报上看了，你这个老晕呐，就是气血两亏，这亏怎么办呢？咱就得补，咱从现在补好不好啊？尝尝。嗯，好喝吧。来，闺女，你说你，你到底想吃什么呀？啊，你不是刚才还说你想喝粥呢吗？可我现在不想喝了。你说你这不吃东西，以后你怎么登台呀？啊，爸，啊，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我就是吃不下。我一看见这东西，我就想吐。那你也得吃，硬着头皮吃。你妈说了，你这个就是典型的厌食症，啊！你知道厌食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？那就是人呐瘦成排骨精了。爸给你讲个理儿啊，你看，你说你是咱们现在在家吃东西好啊，还是以后咱们到医院打针吃药好？你说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不是不想吃，我是吃不下。我就是一个心眼的，想给你做点好吃的，让你这个身体呢早点好起来，早一天登台，早一天成功。你爸没文化，是个粗人，不像你亲爹似的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管什么亲生不亲生的，反正我就你一个吧。明天的食谱爸也给你安排好了啊，明天早晨呢咱们还喝这个十全大补粥啊，中午呢咱们喝这个鱼汤里头搁这个黄芪，晚上咱们喝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典型的厌食症。以前跳舞、节食、减肥，把身体都弄成这样，你这压力一过大，你看就成这样了。你就知道说啊，你就知道说，你倒想办法。我怎么没给他想办法呀？我说他当倒听啊！你不听你做呀！行，你甭跟我这态度！你们别吵了，我没病，我自己知道，就是有点吃不下东西，我吐了就好了。吐完以后，我再吃。Thank you.
很多天了，一直想过来看看你。不知道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，也不知道能帮你做点什么。你需要什么吗？我需要你消失，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，别再来打扰我们。你觉得你害我们害的还不够吗？相信我，蓉蓉，当时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否则的话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不要，也要把你们给找回来。全是借口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里。我不相信你不知道，也不相信你没机会。像你这种人，只要你想要的，你千方百计都能得到。你压根儿就是没想过我们。从头到尾，你对我妈就是玩弄。如果不是我和曲哲的事儿，你连我妈名字都忘记了吧？我爱你们。你别跟我说这个。你爱过我妈吗？如果你爱过她的话，你会让她受这么多苦吗？你会和别人结婚吗？你会让她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，连死都死不成吗？你看你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？你知道我们是怎么过的吗？从我记事起，我就记得我妈每天晚上都在算账、记账，就为了油盐酱醋，一毛钱一毛钱的算。小时候，我妈为了让我去学舞蹈，她去卖过血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有胃病，可她都舍不得为自己买一副好药。就是现在，她也买最便宜的大饼当午餐。这些你都知道吗？你还好意思说你爱我们？谢谢啊。哎，小李，你来，这信他写错了，这不是我的。没错呀。这人我不认识，你推到传达室去吧。好吧。哎，你们家信。嗯，谢谢。好，没事。又是账单。不是，好像曲先生给谁写的信退回来了，是吧？你上街给曲哲买只烤鸡。我今早烧的鸡汤。哎，让去就去嘛。行，好吧，我就去。妈，谁的信啊？看你一脸阶级仇民，做恨的。没关系，
不是你的信吧？这是我爸写给徐庆阿姨的信，你怎么看别人信呢？算哪门阿姨叫那么肉麻？别人的信你不能看。给我去的。妈，妈，你怎么能看别人信呢？爸，你写的情书被退回来了吧？秋莲，我只知道事情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留点脸面啊？行不行啊？曲哲，你给我过来，给我过来！你当着孩子面啊，你给我把问题说清楚，你为什么要给他写这封信？他害了我们家还不够吗？你有没有说过这一切是因为什么造成的？秋莲，你到现在还研究是怎么造成是有意义的吗？生活是延续的，那一天早该刚过去了。延续到今天是什么结果啊？你让我怎么翻？我怎么把这一篇翻过去？别跟我说那么多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事情过了这么多年，孩子都这么大了啊！你为什么还敢写这封信？写这封信！黄大娘，我写这封信只是想解释一下当初这个误会是怎么造成的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。不理解。不理解就算了。曲莲，我拿了这封信，我就能证明你在外面婚外恋。我告诉你，要是咱俩离婚，你分不到一分钱。妈，你那钱要写俗不俗啊你？你说谁俗啊？你看不起你妈是不是？你翅膀硬了，跟着外人一块欺负你妈是不是？曲莲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咱没完。你去休息吧，儿子。我写这封信，真的只是想解释一下当年的那些误会。爸，您别说了，你们的事儿我管不了。我只希望你们别老是吵架。小丽啊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丽蓉啊，来团很多年了吧？那个时候是咱们团的黄金时代呀、啊，观众多，戏也多。那时候你搁舞蹈学校刚毕业，分配过来，业务也好，很刻苦啊啊，还经常帮着舞台队装台呀、啊。跳跳这个龙套啊，都很认真啊。你最近的身体是不是不行，有点跟不上啊？据我的观察，你今天中午饭就吃了半个苹果。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来看，和团里的要求，我们决定这个首场演出啊，由祝平平演，你看怎么样？他演啊？那我呢？啊，这场演出非常重要，只要演出成功了，我们就能再批到钱，知道吗？
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徐青，徐青，徐青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……你干嘛把那封信给我退回来呀？你要是不想看，你可以把它烧了。回去呀！被黄毛看见了。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联系了，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。徐青，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啊？我看着你在那工厂门口进去出来，你们一家三口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的，是不是啊？有一次，孩子腿上伤了，裹着一块纱布，你背着他上班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次，你的伞在门口被风给吹走了，是一个小男孩给你捡回来的。我说这些对不对啊？在你们厂门口，有一棵大树，79年的时候它被虫子给蛀了，到80年那个树才给治理好，后来它被雷给劈了，88年的时候那棵树才重新移植回来的。其实。徐青，你知道这些，我不想说，我没必要让你知道，因为我知道我说了，说了你也不愿意相信。这封信啊，算我求你，你愿意看你就把它看了，你要是不愿意看，你就把它撕了，烧了，啊！我没别的任何意思，徐青，我就是想，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，我就是想告诉你当时最真实的情况，我最真实的心里的感受。真的，徐星，如果我知道有蓉蓉的话，我……不管怎么说，这一切都过去了。天命不可违，我就是想弥补点什么。希望你跟孩子能够开心、幸福。Thank you.
呀，行了。哎，好了，吃吧。等会儿蓉蓉吧，快回来了。哎呀，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？哎呀，你说这蓉蓉啊，现在还是吃的这么少，这马上就要演出了，她身体受得了吗？啊？哎，你通知大哥没有？让他来看蓉蓉演出啊。哎呀，给他打电话了，你别这样七大姑八大姨的好不好？蓉蓉本来就没那么多票，到时候还得咱们自己掏钱。你放心吧啊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40块钱一张票，我一下买的20张。你哪有钱？你忘了，我存的那笔私房钱。哟，蓉蓉回来了，来，饿了吧？来，吃饭吧。你们先吃吧，我想躺会儿。哎，菜都凉了，这都是你最爱吃的，蓉蓉。李荣他们通知我了，今天我领舞。你领舞？从排练到现在都是我，凭什么你领舞？可这也不能怨我呀，团里面这么决定的。再说你身体不是也不好吗？我身体好不好我自己知道。朱萍萍，你要是不嫌丢人，我们两个就一块儿上。导演，李荣他非要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冰冰，李荣的思想工作我来做，你就注意台上的动作，把演出演好，啊，其他的事情我来解决，好吗？好。好，这样。李荣，你这是何必呀？前几次排练我们都看过了，你的体力确实有点不支啊。导演，我都进团这么多年了。这么多年里，我让了多少次？我让老演员，我让新演员，这您都知道。外面有多少次机会让我改行，这您也知道。要是搁以前，你说让我让让，我咬咬牙也就忍了。但这次不行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剩下这次演出了。祝平平他还年轻，他还有的是机会。可我不一样，我把我所有的青春都耗在这儿了，我今天得要个说法。哎，大哥！哎呀，来了！快快快，正好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对，妈，有点事儿，跟您说说。那我们先进去了。那我们先进去啊。的事情，